北管的半仙就是我们好传统戏曲当中用来迎接好我们福禄寿三仙天官众禄神神明来降临人间赐福的一个传统的戏曲。借由这样的开场，我们来邀请众禄神明好一起来这个地方，好，请听我们的心声，告诉大家我们对信仰的热忱，请再次为我们的广州摇滚伴奏上掌声摇摇摇。
感谢我们的广州风摇滚八家将，让你带来精彩的演出，谢谢。谢谢，来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咱大家洪山溪，咱的江西工，我们的大溪广泽工，我们的摇滚八家将，谢谢，感谢你们哈。